外面冰雨大雪年，我们最好待在家里面。如果真要出门去逛街，必须戴上口罩遮遮脸。时隔17年，在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，而白衣天使却在此刻义无反顾逆行，素不相识却愿意为我们赌上性命，因为这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命运。你我都要时刻防备，保持心怀敬畏，命运共同体制下，我们都生死相随，齐心抗疫。